今天在二伯家捡了一点这个猪腰子，一会儿拿它去当饵料，看看钓鱼的效果怎么样。再穿一下 ，OK， 像这样就行。嗯，秀一下自制神感。OK， 可以了。这池塘里全是钓来的鱼。狗子非常好奇，一直转来转去。哎呦，几根了啊？好，哇哦，这下挺大的。哎呦，我腰子疼了。走你小伙子。哦，那这条也挺大，是，嗯，猪腰子，只要用一点点就行。好吃吗？嗯。试试。好了，再背。哎呀，看来这个猪腰子冬天效果还挺好的，因为这个味道很腥。你想想看，猪腰子是干嘛的？今天回头再去那个野外测试一下，效果好再给大家拍个视频啊。哎呀，不好吃！哎，好，待会家啊，拜拜。就小。